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跟各位弟兄姐妹拜个年，祝大家新年都能够有蒙受新的福气。我们也可以彼此挥挥手招呼恭贺一下哈，这个感谢神。也在网络上面，虽然没有办法这样看见你们，但是一样，我们也一样祝福。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寒冷，那么也知道许多团契也有出外，许多的家庭，但是也有一些团契也彼此都有一些的聚集的机会，那相当的寒冷啊。特别昨天也有一些家庭去到 Mission Peak 啊，这个上次去的时候跟黄静指示他们上去，那一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寒冷。但是感谢神，昨天爬不上去了，我跟师母就半路就折返。但是感谢神带领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这样在主里爱的团契是何等的美善。那么在这个新的一年度我心里面也有这样的祷告，也是在祷告当中来想到我们教会我们未来这样的一个目标2022年的主题是福音传到地极。那我也相信圣经里头都给我们这样教会建造的蓝图 blueprint，所以想到的是《使徒行传》，也是我们查考的圣经，神的话语都早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标杆指引，也是我们可以遵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命令吩咐。所以《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那么从前面1-12章，我们看见福音在犹太人中间的传开，那么从13章一直到《使徒行传》28章，好像还没有结束啊。虽然这个书简就好像记载在那里，但是它却是一个open ended， 因为整个教会2000年来圣灵一路上的带领，那我们很清楚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但是那时候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以后，他给教会这样的命令，但是却是要我们要来等候神，等候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当然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在教会年日，有的人我们在座有30、40、50年的60年都有，但是也有人刚刚进到教会3年、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不是凭我们的经验，不是凭我们的口才，也不是凭我们的能力，教会是神属于神的，所以是圣灵的行传带领神自己的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在我们2021年的宣教年会我们也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听到也看见也见证神自己使用的，我们
也许这样不是很贴切。我们也看到神使用平凡人，我们看见的都是不平凡的事情，但是却是借着平凡的人。虽然我们看见这些宣教士、传道人他们带着这样的使命赴汤蹈火，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神却是使用他们来做成就这样不平凡的事情。那同样的，不是只有他们，今天神也一样使用你，使用我。那反过来，我们问自己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能耐、恩赐？因为神的工作需要神自己的呼召，神自己的托付，更是神自己的应许。所以圣灵的工作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就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改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果效，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的这样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进展，这个大的架构，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的复活升天，在前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初代的教会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整个好像一个福音的大爆炸。那么这个福音的方向就从好像耶路撒冷这样的传开。那我们思考的是，我们今年怎么样应用，怎么样我们来遵行神自己的托付，他自己的呼召，他给我们的使命，因为这带着主的应许。所以换句话说，是主的时间、主的方法来引领带领他自己的教会。那么这是具观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这批人，初代教会神所使用的人，彼得、斯提凡、腓力、保罗等等，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就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耳所听，他们不能不说。我们是否也在这样的一种不能不说的这样的一种感动神的呼召之下，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同样的，我们也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可以放胆来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来教导人，没有人能够拦阻，包括我们自己。这是使徒行传28章31节，路加福音前半段，那么后半段使徒行传，同样的作者，他们写到这里好像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突然就达到一个高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禁止。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感谢神。那么同样的，既然是这样，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福音的见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承接这样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回到神的方法，是用神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各种不同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从其他的地区有一种的好像福音的运动大家都去互相的抄袭等等。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的方法，那么确实也带着有一些的成分，但是基本上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掌权，因为是神自己的工作，他托付给教会的使命。那我们就回到神的话语来学习神
怎么样的教导。所以我想到也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刚才诗慧带领我们的一起来攻读的12章41节到47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勉励，来学习。那么重点就摆在其中的一节，42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前文上下文，那么前面说到彼得初代的教会，教会的诞生，圣灵能力的充满，普遍的降临，以至于那些软弱的人，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光的这一群人，今天已经是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研判就是不同的人。到底他们的胆量从哪里来？他们的知识、智慧、能力从何而来？我们看见前面的上文，彼得他在这个聚集五旬节这样的节庆里面，耶路撒冷充满了人潮人群，他大声的传起这样的福音的悔改赦罪的道理。所以从41节开始，我们看见这个一天，那一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听到悔改相信就受了洗，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吩咐，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来施洗，同时也吩咐他们来遵行主所吩咐的。门徒一天从120个人，好像前面讲到在马可楼上面祷告被圣灵充满，那一群人一下子增添了3000个人。我们想想看，一个城市里头在那个时候至少也有差不多5-6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相对的3000人成为主的门徒。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的学习，是3件事，是哪些人做什么样的事，他们有什么样的标志。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英文，就是 who， 是哪一些人在做，做什么，有一个方法 how， 结果果效如何。那么这一个简单的一个3个点呢，我们看见是谁，方法在哪里，那么同样的果效如何。假如是照着主的方法，主肯定有他自己的应许，换句话说是神的主权，是人的顺服。我们说到是主的方法，所以他要求的是忠心跟顺服。同样的，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因为接着就是他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是用主的方法，所以结果就会交托给神。但是只要是照着人的方法，那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成功了我们是以为我有忍耐，我有能力，我有恩赐，我有策略，我有智慧，人就骄傲起来，那么以为自己了不起。反过来说就是窃取了神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个极端，万一失败了，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很多先知等等，神吩咐他，他照着去做，果效没有，甚至果效是让人觉得好像毫无果效。我们最明显的例子，就像耶稣，神差派他到这世界来，他的果效是被出卖，被钉十字架，
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什么成功，但是他确实顺服，而且忠心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被人羞辱，被人唾弃，被人拒绝，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失败的当中，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容易灰心，我们人会失望，甚至冷淡，甚至退后。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传到后来，我们说我们都尝试过了，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可以传的我都传了，他们没有希望，所以我就放弃了。人的角度，人的方法，人的感觉，人的有限，是因为用人的方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学习，一起彼此的勉励。是什么样的人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受了洗，门徒，他信了主，愿意跟随，付上代价。那么他们领受什么话？我们从这里看见，前面我们刚才说过，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们不能不说，是讲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传讲的是圣灵给他们的能力，他们给他们智慧，他们传讲神国的道。在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那个高潮，没有指标，没有结束的那一个记号的，因为是继续2000年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福音的传开。他们在说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然你还可以加添很多的话，但是基本上也许我们想象，彼得他还讲说什么，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什么见识，没有什么智慧，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所讲的是圣灵给他的经历见证。当然我们想象的是他三次的否认的主，假如在那样的一个心态上面，圣灵给他的光照，他更懂得谦卑，说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我们从他的身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学习神的话语，也从彼得的身上学到许多许多的功课，也有我们类似跟我们的背景也一样的，我们都可以跟他说阿们。所以他们所传讲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也是他们亲手看见。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在这一个结论里头，就是这群人是重生得救的人，不是看热闹的人，不是一般的啊，我们说的在听众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领受。所谓的领受，就是愿意顺服，愿意谦卑。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呢？我们的重点在第二节。第二节这里说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拨饼、祈祷，这四件事情。恒心遵守是神的话，彼此的交接是团契，生命、生活彼此的分享。拨饼，我们等一下，我们教会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有的守主的圣餐，当然又包括团契，我们一起的聚餐分享。
这样的一个更广义的定义，那么祈祷，教会离不开祷告，这四件事情是围绕的主的话、主的吩咐、主的教导。那么在他原文的意思，那个意思更清楚的是，不是过去初代的教会所做的事，而是神的吩咐，他们愿意持续的坚持不懈的产生，变成教会的传统、教会的文化，变成我们个人灵修生活生命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解释里头，我们看见是这样的教训，是这样的团契，是这样的拨饼，是这样的祷告。意思是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添加的，而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先知这样的基础上，我们遵行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命令。我们看见我们基督三家在湾区，我们来到这里也许时间不长，但是在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当中，我们基督三家四十几年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看见是注重神的话语，这一点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感恩，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属灵的资产，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一个宝贝。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传统是我们需要发挥的不要遗忘的。那么这四件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做，遵守教导、团契、拨饼、祷告，恒心的遵守，强调的我刚才讲的这边这个标点呢打错一个字，持续不断顿号在后面，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一个习惯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传统习惯，恒心的遵守也是要坚持的。特别在这样弯曲悖逆的时代，好像我们是逆着文化在行走，这个时代的潮流常常好像把我们冲击流失了。假如我们追随的环境，看到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逆流，我们似乎我们只要不努力、不坚持、愿意不去妥协的话，那恐怕这是我们很容易就随波逐流。所以这是从原文的时态里头去看到的这一个这样一个努力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好像要逆流而上是更要付出那个力气的。交接讲的是分享团契，指的是物质属灵生命或是生活经验。我们每一个团契可能背景都不太一样，但是年纪有长有少，来到湾区这个地方有酒有的是刚来等等，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学习。有的人小孩子都已经空巢，有些都有孙子了，但是有的人还刚刚生了小孩，或者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等等，这种生命生活等等方面的体验分享，就是这个交接所讲的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也是不容易不可或缺的。我相信在疫情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好像冷淡了，像希伯来书我们刚才的经训里面说，这样的彼此的关顾能够激发爱心这样的团契互相勉励的行善，常常因为我们停止了聚会，或者是我们没有那种实际的相处而减弱了那种的关系。当我们把那个摄像头关掉以后，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存在，但是相对的我们好像彼此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以至于久而久之
像那些停止惯了的，我们就冷淡，就退后了。所以我在探访的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非常的怀念，说我们希望能够有相聚的时间等等。那确实教会的功能，我们也发现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可少的。那么反过来说，我记得在这个读书的时候，那么就曾经想过说，有没有可能那时候可能电脑还刚开始啊，那么想到的是说以后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网络上来做。那么我那时候就想到说，是不是将来会有一个所谓的网络上的教会等等等等。但实际上现在好像很多很多流行，甚至讲到 emerging church 啊这样的概念，就发现当初想到这些概念的这些作者，这些人到后来他们自己都流失了。为什么？他们以为或者说这个 virtual 的 reality， 你活在那个虚拟的空间里面，我们好像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可能吗？那么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说来写这方面的研究报告等等，我就问了几个牧长。那么有几个牧长，其中也包括会联教会那个主任牧师，他已经退休了。他说不可能，他跟我讲不可能。但是很多不可能到后来都变成可能，包括科技。但是反过来，很多的可能也变成不可能。当初讲说这个教会可以这样子的进行，但是提倡的这些人他们自己都流失了。我要讲的是一种反省，一种学习。我们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在网络上很难取代，这样的彼此的关怀是很难取代，那种 interaction。 所以那种的冲击交往，那种的生活生命的建造是很困难。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里头叫做教牧的五个石头啊，这是大卫呢从溪里面捡起来对付哥利亚那五颗石头，怎么不去捡那个有棱有角的，那个杀伤力很强的那个石头，那个甩出去那个尖锐的，可能在那个高速的甩石机下去击中目标的可能就马上毙命。但是大卫选的是五颗光滑的石头，这五颗光滑石头是在时间的历练上，在水流冲击里头彼此之间的摩擦削掉了有棱有角。我想到那个地方，在那本书应该是尤金·彼得森写的，他讲到说这样的一个磨塑磨去了我们彼此之间有棱有角。为什么？因为主要用这样的石头，那个石头光滑放在甩石这样的机弦的手上的时候，有棱有角甩出去的时候，因为它有棱有角，所以它的力量就抵消了，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命中目标，因为它甩出去不知道哪一个角度出去的时候，那个力量已经接触点了，不见了。那本书里头讲到的，神用的人是经过磨练的人，所以我们相信保罗的教训里头说，初入教的不能让他做监督等等，也是因为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建造，生命的磨练等等。团契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切磋建造。在潘霍华的书《团契的生活》里头，他说基督徒的团契是一个恩典的礼物，一个随时可能从我们这里被收回去的，
收回成命的，意思就是没有了，因为它是来自神国的一个礼物，一直以来将我们，假如把这一段的时间，基督徒的团契跟我们全然的孤独分开的时刻来比，这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就经历到这样的事实，很多人以为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团契，我们还可以相处，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很多的这样的意外，他们不见了。我也很感伤的来到基督三家，我在这个 lockdown 之前有几次的经验机会啊，也跟蔡长老有时候好像礼拜四是吧，是活水团契，那么他跟蔡师母来，所以我有机会就在外面坐在门口那里晒晒太阳，跟他很短暂的一些分享人生的经验，甚至我跟他请教等等，但是没有多久，我们接着这个礼拜就是一个追思的礼拜。我们以为基督徒的团契是可以永永久久的，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一个恩典。所以他后面的结论说，让我们跪拜并且宣告，我们被允许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同生活于团契中，完全是恩典，完全是礼物，唯独是恩典。意思就是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将来是永恒的。但是今天我们只要处不好，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彼此的切磋，彼此的学习，彼此的认罪，彼此的祷告，我们将来是要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今天我们预备好自己没有？我相信潘霍华他写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经验，他后来被抓被处死之前，那么纳粹党就故意把他从这个集中营这个监狱一再一再的换，换了四五个，换到后来他失去所有人的音讯，所有的人的联系，所有的人的团契，他变成孤单的一个人。他的经历是神与他同在，他感受到，但是他也相信这是随时会被收回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是神国的礼物。我们以为可以长远，但可以是非常的短暂。擘饼，我们守的圣餐，也包括共享的晚餐等等，这样的行动是爱宴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彼此的交接，这个字是在约翰福音一书一章三节这里讲到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是团契，是神把我们圈在三位一体真神爱的团契里面。我们是好像被 adopt 进来的，被耶稣买赎回来的，我们加入了这个爱的团契，我们在那个生命的连结里头，我们跟基督跟天父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这个叫做同心合一。这是合一的见证，圣餐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甚至可能也要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流失，从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自己滑跌，从这个地位身份里头我们自己把自己 screen out，把自己筛选出去了，因为撒旦魔鬼他们在筛我们所谓的信徒，
好像是那个麦子啊、稗子啊在筛选一样。当耶稣跟彼得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一样道理，很多弟兄姐妹啊，我要这样子说，有的人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就自己信就好，我不想去跟人来往，因为太多的是非，太多的恩怨，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十字架背后的黑暗等等，这样的名词，这样的误会，这样的误解等等。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他用的字是一个 doctrine， 是一个传统正统的教导，而不是我们凭着感觉，凭着我们的喜好，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我喜欢的，我们喜欢听我们自己想听的，而不是这个教导，不是这样的团契，更不是这样的属神的这个波饼圣餐。不管哪一件，基本上都要用祷告，都需要祷告。这是我们一起学习初代教会他们持续不断来坚守使徒的教训，彼此有爱的团契，彼此的关怀，彼此需要的满足，一起来受主的圣餐，主的爱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标志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至少健康的教会有七种以上啊。我这边我们只有在这里呢简单的列了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看见他们是敬畏主的，众人都惧怕，意思就是他们看见了圣灵自己的工作。初代的教会圣灵很强烈的工作，包括七用圣灵等等，当场就死亡。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让人有那个敬畏的心。假如我们祈祷说，哎，希望圣灵大能的工作，那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说明我们第一个被击杀的，因为欺哄圣灵的罪，别人可以被我们骗得上，但是欺哄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求主原谅，求主赦免。彼此之间的关怀需要的满足，在这里看见他们同心合一。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喜乐平安的教会，是一个赞美神的教会等等。我们重点啊，没有在这里多花时间，我们想到的用一个总结：成熟的灵命、爱的团契、蒙福的家庭、祷告的教会，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做？或者我们反问自己，我们教会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让圣灵，我们是被动的，让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换句话说，是圣灵要做的事情，他一定兴起人来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假如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那就是自己的方法。即使你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经历，以为这样做都是有效的、有果效的，但是神的方法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是神他自己的呼召，自己要负责他的应许。所以遵守主的教导大使命，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来配搭，不是独善其身的。所以我们一起在这四方面，我们看见初代教会蒙神自己的使用，福音的传开，我们怎么样的应用。我们想到我们教会要采纳的，或者说要学习的这几点，我用很简单的这四点做一个总结。
这四点的总结是，这个幸福小组的平台是连续八周，好像你的短先出去八天、七天、八天，那一种密集式的，把它散开在八周里面，来继续的传讲悔改赦罪之道，是带状式的布道法。爱的团契是用行动见证，让福音朋友能够经历、看见，不但看见，体验到，也受到感动。所以这叫攻心为上，不是攻脑，不是用争论的辩到你没有话讲，辩到你好像心服口服。但是他这边讲的是一个攻心为上，我们都是头脑很大的知识分子。但是很多时候越辩论，可能你赢了战争啊，这个赢了这个 battle， 输了这个 war 一样。他讲到的第三，落实门徒训练与传福音的属灵征战操练当中，这个是讲到的生命的侍奉，不是一个事工导向。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工，而是教会的体质就是传福音，所以每一项事工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侍奉。因为神在拣选使用他可以用的器皿，是要让这个器皿先被建造，最后是配搭不同的恩赐，有四到六位同工，是一个功能性的架构配搭的服事。这边讲到是愿意他们一起很火热的，因为知道他们的目标，这些福音朋友在我们的中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简单的四点的归纳，也看见怎么样我们在未来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来应用神给我们的原则。最后我们说，有人在讲，有人也许会这样问，遵行教训团契，那么这个拨饼，那还有祷告，那好像没有讲到团福音。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不是只是一年三天布道会，五天这样的一个短宣七天的短宣而已。这边看到是前面讲到三千人一天他们加入了教会，他们成为门徒，他们天天在这里彼此上，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而且彼此将自己的需要互相的满足，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这边看到教会的增长，因为是一个活的教会，启示录里面讲到的一个沙底的教会，表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看起来是活的，圣经说到其实是死的。这些的活动只是外向而已，这个生命是活的生命，它就一定会成长，是你没办法阻止的。使徒行传说是没有人可以禁止的，因为神把是主圣灵自己主动，不是把看热闹的人，不是把只是来参与的这样的门外的人带来而已，而是这些人来到教会听到悔改赦罪的道，神的话语，他们重生得救。主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教会，教会在做什么事？是在传福音。活的生命就会影响生命，活的生命也会成长。那么你说是这样吗？爱的团契成长的教会，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跟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祷告。爱的团契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教会
在做什么事情。求主带领我们，知道在这湾区还有很多，在我们周遭，甚至就在我们的家里，仍然还有很多很多失落的灵魂，失丧的、走迷的羊。求主怜悯、保守、带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在新春这样的年终岁首，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求主恩待，也将自己的意象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因为我们没有意象，我们就放肆，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精力，更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赐资源。其中最短暂的就是我们彼此相处团聚的时间，因为能够一起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分享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唯独恩典也是神的礼物，可以是短暂的。求主帮助给我们智慧，懂得数算主给我们的日子。我们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